奥迪老师到底跑去哪里了？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呢？但是我今天好像收到了一个由鲍迪老师的朋友所传送过来的生日贺卡，说要我一起跟鲍迪一起去庆祝。哦，但是我没钱耶。可是我听说鲍迪最近好像到工地里上班了，所以才没开学校的。去工地找老师吧， go go g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森林。我们现在呢在老师的工地这里去啊，我们现在帮老师工作，收集七个工具哦。哦，你好老师，等下跟过来，跟过来，等下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安全第一哦，帽子戴好来，等下。为什么要跟着我走？哎，外面还有很吵的声音呢，大都市哦，现在。我跟老师融为一体了，我们要收集七个工具来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公司吧，一个高楼。这么久没上课，你就跑来赚钱了啊？都不救我一下啊！这款游戏呢，其实是由鲍迪老师的游戏所绘绘出来的一个小游戏啊，就是它不是原本的鲍迪了啊，原本的鲍迪的游戏最近变得越来越少了。老师，让我帮你找工具啊，这边怎么回事？哎，啊！一加零是多少一啊？怎么回事？老师，为什么你问我问题呢？好吧，我们走吧。卷尺拿走。OK， 老师需要卷尺吧？不要逼了，谁要被逼了哦？修一下，很快修好了啦。卷尺还有锤子哎，我还拿锤子哎，锤子能干嘛？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你要锤子能干嘛？锤子射，锤子丢出去了。等下，派大星，你是谁？哎，你在干嘛？你的手怎么？萨诺斯之手？啊啊！老师，你给我坐好来，这边是你家办公室啊，你连窗户都没有啊？怎么回事啊？你们工作了几天啊？已经几天没来上课了，你却做到这么一点，赶快走喽！耶！哎，你是谁 ？The poor room， 屎房，大便房，什么声音啦？大便房有什么？大便房就厕所而已。他说什么？用锤子吗？用锤子 ？OK， 锤子果然可以。哦，原来是这样啊！这又是什么？小玩具，你看，哎，我的锤子不见了，哎。锤子被用掉了，还到底在干嘛？哎，我不能动！哎，为什么不能动？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了 ？I will activate the fog so that you can't see me。哎，过期太久会变白哎！我过期太久，还以为我看不到哎，直接变白的哎！等下变白是怎么样啊？现在是怎么样？现在玩出 bug 了是不是？嘿，you。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变白了？六啦，不要玩啦，不要玩！我的鼠标呢？好啊，游戏被我玩坏了啦！机车呢？我们可以不用停下，一直冲刺了！走，一直冲，一直冲，冲就对了，冲！然后这个跳坡 ，OK， 然后拿这个跟这个，然后小炮这里的小炮 ，OK。哦，我可以一直跑的哎，那就简单很多。嗨，你是谁啦？老师 ，no， 这是什么地方？哇耶！他什么？你要传送我？不要！这里是哪里？你为什么乱随便传送我？我还拿到一个喇叭哎，你看这边有一个传送洞。不知道，哦，就是这个，哦，嗨，哎，老师的声音呢？啊 ？No， 我不要跟你玩游戏 ，No， 零加零零 ，OK， 为什么还慢慢倒退的？老师的声音呢？我吹那个叭一下就不见了，收集完全部。哪里过来？钱，收集完全部了，为什么会掉下来？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了？
No！我有钱啊，我告诉你哦。我拿钱了 ，OK， 拿钱就可以回去了，对吧？我要买礼物给老师的朋友，老师，我是为了你的朋友啊，你不可以跟我抢这笔钱的、啊。对，我记得这边有一个传送的洞啊，应该是从那边下去的吧？这，什么鬼都看不到，等下。什么鬼都看不到，不要误啦！哦别啊！对，来到楼上之后呢，这个会很贱的让我掉下去啊！这个怎么会这样的呢？你是谁 ？Hammer here， 可以买 Hammer， 不要啦，不要了，拿这个，别掉下来了！为什么？这边钱不要拿，钱不要拿，剩下最后一个，不要追怪老师！超级紧张，我要钱，为了生日。等下。OK， 用这个传送回去。OK， 这里，然后追。妈！阿舅，不知道我在这里，走。不要启动，不要。OK， 对，走这里，我记得。走这里离开的吧？对。这里就出口了，这里。Yes， 我回来到出口了，然后呢？你是谁？我出来了。果然游戏，这个游戏不好啊，这个游戏不好胜啊。有！我要出去。虽然没有拿钱，但是没关系的啊！耶！老师在那边呢、！Hello， 你是谁啊？你长得非常非常恐怖呢！哎呦，喂，麦，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你在哪，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中间这个派大星好像是用那个杀虫剂、清洁剂可以消灭哈。然后这个人是会传送的，然后老师就是打人的。然后这两个八七是谁？你们两个是谁？喂，麦，我在哪？我是谁 ？Hello， 我不知道我是谁啊！你老师嘞？哎，这是什么鬼游戏啦？这为什么这样的啦？地图全部都是破洞呢！好了，我们去找老师的朋友要庆生吧 ！Go go！ 怎么退出啊 ？OK， 哦。好酷哦，可以离开，拜拜，我离开了、不能离开，老师的朋友呢，名叫 Dev， 没错，现在是 Dev 的生日啊，你看 Dev 的生日啊，然后这旁边呢是篱笆 Gate 啊，虽然看起来完全不像篱笆，但是我们要进去迎接，你就是 Dev 吧，你是白卡、你是怎么样啊 ？OK， 我们要收集八个东西啊，来，看一下，哇 ，Try a pie。尝试一个派吧 ，Dev， 来 ，Dev， 来，我收集到一个礼物给你了 ，Dev。哇，你看这边有一个钱呢，哇，好厉害哦，这个钱。哇，你这边房间有够多的啦，我待会最好不要捉我。哇，你的家有够复杂的啦，机车呢？来，这边收集另外一个。OK， 开始生气，你看，我不知道 Dev 在生什么鬼气啊。Dev， 不要生气了啦！这什么东西 ？Dev 的 Google Glass，Google 眼镜。哦，看一下哦，可以看到 Dev 他在哪里？他在正在靠近我。这什么鬼东西？有东西挡住我哎！Dev 在哪里 ？Dev，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看到！你们等着我，是不是？帮你救命 ！Dev 的人在哪里？为什么声音这么靠近的 ？Save your coin， 存钱筒。啊 ！Oh my god！吓死人了，这么大声 ！OK， 赶快走了！哎，来，生日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Yes， 这是我的画面 ，What the hell？ 然后我是那个人呐、那个 Bless All 的那个字体。等下我有一个 Hammer 啊！Hammer！ 对，救命！我到底看了什么？救命啊！到底发生什么鬼了？到底发生什么了？这里是哇，绿色的房间里，你是种大麻吗？哇，我最喜欢大麻了。
No! No, Dev, no! 我都把你训死了，你老师嘞！快点，快点！哎、欸，我走出来了！哎、欸，抱歉，抱歉，抱歉，走错路！我怎么想啊？可能我内心想要逃出去吧！快点啦！你们的礼物在哪里？哎、欸，等一下，这边是不是没路啊？哎、欸，啊！电脑敲坏了，敲坏电脑不行吗？啊！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他在哪里？他到底在哪里的？到底在哪里的 ？Google Glass， 使用 Google Glass 就可以知道 Dev 在哪里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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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有蛋糕，有蛋糕，一片小小的蛋糕。Dev， Dev， no！ Dev， 你把礼物丢去哪了 ？Dev， 这里。啊，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在哪里？那边有一个锁着的房间。哦，那是锁头。哦，原来是锁头。这些是那个来宾他们呐、啊，他们的礼物啊，乱丢哈、哦。你看现在，我还帮他们捡回来啊。还好我没有买礼物，我就偷偷说其中一个是我的，因为刚刚工作没赚到钱啊，都被老师抢走了。啊 ！shit， 不行不行不行，真的是不行不行，我要赢！哼，你记错嘞，还有胡子哦，哦那是嘴巴。奇怪，为什么会少一个的啊？是不是我少买一个被他发现了？七个，哎、欸，对啊，不管怎么算，只有七个礼物而已啊。哎、欸。对啊，不管怎么样都只有七个。A few minutes later，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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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房间是锁住的，他需要 hammer 来敲坏，对吧？哎，卡带，卡带可以拨这个吧？来拨拨看一下卡带。OK，OK，、okay, okay, 有有有拨了。OK， 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很好的 body bestie 的模主啊？因为他死掉了。别别别，这什么卡带？我给别人快乐啊，捐款给别人，好好棒棒哦，耶、yeah!！你真棒啊！你弹吉他耶！ Yeah, 你好棒哦！礼物呢？好，我们现在开始了，开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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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这边有一个锁，就对，就在这里，对。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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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声音很恐怖。OK， 我要去拿锤子，对，拿锤子。一个锤子嘞 ！Yes， 他消失，他消失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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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哪里 ？Yes， 给我锤子，我知道你们有的，我知道你们这边有藏一个锤子的，对吧？对，你们很棒。No， 你不棒，你超烂的。进来，进来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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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撬开，撬开 ，Yes， yes， 哇 ，bug， 哇 ，escape， 为什么我们不是要庆祝生日吗？怎么是逃跑呢？嗯，我今天我是来偷礼物的哦。反正不是我的生日嘛，偷走就赶快跑吧。哎、欸！啊！啊 ！Two hours later， 还有个礼物在哪里去了？完了，这里 ，Yes！ 哎、欸，哎、欸，哦，嗨。这什么鬼脸啦？说好的生日呢？没有生日了，你嘴叫你要捉我，我来帮你庆生，你来捉我，林老师的啊，活该啦，把礼物偷偷偷走，就算你坐轮椅，我还是要欺负你。这边还有小游戏，哎 ，Dev 的恐怖迷宫，哎，恐怖迷宫有这么，我要玩最简单的，看一下恐怖迷宫。我什么鬼鸟都看不到啊！还是我把它放100啊？好。哦，恐怖迷宫呢？还有迷宫可以玩呢、哦。这就是我偷了他礼物之后出来，想要逃回自己家的时候吧？是吧 ？346 minutes later， 找不到路了啊！北齐啊，北齐啊，来了，哎，给回你啦！被撞过去了，给回你了，你的礼物，哈哈哈哈，生气呢？庆祝什么鬼生日啊？埃及我，我没钱买礼物嘛，老师抢走我的钱了，在里面享受，真的是你老师嘞，哈哈哈哈。